好，我现在在广州，你们看这一排，就是在这个天皇后面，这个好多人排队义和团，我注意朝鲜团，这个秋袋鼠柠檬茶就无人问津，但我觉得还挺好喝的耶。还有什么各种很多，然后那里还有什么桃园三站，我刚刚在那边还发现一个跟那个茶颜悦色很像的店。Hello， 你不是不化妆吗？轻轻化了一点，等一下还要去靠柜，靠在这个位置。还有点什么？对，你再念一下鸭子香柠檬茶。一个鸭子香柠檬茶，不错。而且他们家好贴心哦，刚开始前他会给我一小杯，说问我这个糖度 OK 吗，然后我试完他才会给我。再给，这是我姨妈的3098，这是我妈的，这是我姐的，又来了。我看看他们家的小可爱，好可爱。我终于吃到饭了。美女，走吧，和我去看电影吧。来考虑一下，那别看了。奶茶，真开心。大家看我收到的很多礼物，但是我重点想讲一下，之前我跟大家说的卷纸真的很用心耶，就是绿的、黄的、紫的 fashion yeah hip hop 也不知道哪里 hip hop， 然后还给我送绷带啊什么，还有那种很可爱就包成一箱一箱的什么袜子啊，还有饰品我最爱的，衣服，可爱的衣服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都把我的喜好记在心里。看酷，60几斤，有格调，好贴心。他说围巾有先洗过一遍，怕你直接戴会过敏，谢谢。迪士尼拍 MV， 对，很冷很冷很冷，大家努力吧，看到努力都。天哪，他们在约会，他们在 dating。擅自活动，好想去看这个游行啊，大家都往那边跑啊，好羡慕。大家快看迪士尼上面有爬白马。红馆和坊，这里充满了爱的歌声和笑声。
们，他们说我的微笑都是僵的，原来真的僵，你看这法令纹很深哎，像两道沟壑。吃日料，很不巧，这是我怎么减肥的第一天，所以我要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。像我喜欢说，吃一口划两百。好啊，但是又很贵耶，不吃感觉又不是很划得来。吃一口划1000块，这个消失的速度真的很快。1000块，快吃吧。人家没有钱呢。太大一坨了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还有三文鱼。嗯，压力太大了，宝贝。最近压力太大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傻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爱的七星天，它基本上就是蟹为底，然后你可以选一些什么土豆啊、小墨鱼仔、虾呀、啊、等等等等，很不错，推荐的。如果你去实体店吃的话，你吃完那些还可以把他们的那些汤倒进去，然后开始吃火锅，然后又煮牛肉什么的，有两种吃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看我后面有个熊，我到了这个咖啡厅，就是里面有一个熊爪会出来把咖啡给你，但是你看不到它的人，就很梦幻、很童话的一个咖啡，所以大家都等在这个洞穴门口。好冷啊！我出来的时候天就已经快黑了，我觉得排到我的时候天就已经要黑了。然后我点了一个柠檬果咖，也是冰的。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吐槽我喝冰，但是人家就是想喝嘛。对啊，我现在还在等待，大概前面有7、8个人的样子，有一点寒冷。I feel caught up on all these things, when all I wanna do is reach out.喝起来，他说喝前请激烈拌匀，搅拌匀，然后拌匀了，它挺好喝的，就挺适合我，没什么咖啡的味道。哎，好可爱啊！哎呦，好可爱。对，就挺适合我这种喝不了太重咖啡的人，很像一个果汁。他们家好可爱，这个菜单像一个爆炸，它就是爆炸。Talks about everything I've been going through. The world to me seems empty, and you're the first reason why.Picture you in my